耶耶，辛苦曬，唔辛苦。啊，原來呢個就係齊益宇，萬基做得好，佢就係齊萬基。你摸到左頭左勢啦，你快啲借過啦！哎呀，嚟，翻過嚟！我嚟幫手。你慢慢嚟，總算有驚無險啦，村長，請上香為齊家村祈福。係，原來佢就我 grandpa。你老娘娘保佑我哋齊家村順風順水，村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萬基啊，今日好彩有你幫手嘅。唔使客氣喎，齊家村嘅事即係我嘅事。張哥講得啱啦，如果唔係你咧，我哋就焗住咧攞架雞籠手推車咧去公營天后娘娘噶啦，一齊去食盤菜。啊，咪住，村長啊，萬水，佢有咩資格做食盤菜啊？如果佢唔係頭先軟腳蟹咁，天后娘娘會爭善親啊？仲有你啊，好心你啊，今日咁大件事，你自己就避忌下啦。仲有你啊，村長。你又是的，你都明知道他30年前在齊家村做過什麼的了。今天天后回暖，這麼大件事，你找他回來，天后娘娘當然不 happy 不老禮了。你都搞清楚的。其實剛才我善親呢，就不是意外，是人為的。我不是軟腳蟹，我是踩到些滑善親的。是的，真的有些滑呢蝕在我的鞋底上，而且就是金牛揾嚟嘅添啊！啲金牛你頭先就擺上個公袋，點解咁快就有啲金牛喺度啊？好明顯咧，就有人偷食咗個美天后娘娘嘅金，而且又四圍咁攣滑添啊！邊個夠膽咁大不敬？邊個做嘅？咁大膽啊！頭先大家咧有用手機嚟影相嘅，麻煩大家睇睇手機，睇下有冇影到咩？我明明影到個肥佬食金，你先跣低嘅。明啦，點知你好意我心領啦？你做乜嚟齊家村噶？我澳洲嚟嘅，本來想揾個 friend， 但係嚟到先知佢搬走咗。Anyway 都見識到好多，知道好多 Chinese culture。咁見識完寫得走未啊？未喎。又想點啊？我想見識埋我洗手間。影咩啊？冇啊，我见啲相好有纪念价值，咪影下。呢度装修完咋，以前仲多古老嘢啊。哦，系呢个狮头上面咧，呢个系咪你嚟噶？咁好眼，村长叫你万基啊嘛，呢度又写住万基。呢只唔系狮嚟噶，系麒麟，中国四大瑞兽之一啦，识唔识啊？呢張相咧係當年我哋齊家村第一次參加麒麟賽國際比賽贏到冠軍嘅時候影嘅。啊，咁呢個咧，企你隔離叫萬石嘅，好 friend 嘅。
佢系村长个仔，以前我哋好兄弟嚟嘅。佢叻仔啊，品学兼优，即系以前咧中状元嗰啲啊。以前好 friend 咁，而家咧离开咗条村好耐啦，冇晒佢消息，冇联络啦。啊，我送你出去啦，你哋啲狗好中意吠生保人嘅，啊。